粉丝的心情，有些人还是自己搭车北上，一大早来看你们。其实真的很谢谢大家，因为就是今天很谢谢大家来，然后愿意来看我们，然后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从我们未来少女一开始就支持我们到现在，所以就是很谢谢，真的很感动。再近再近一点，快打到，快点，不要走到一点。那其他的团员可以说一下看到粉丝的感觉。当然是很开心啦，就是看到大家这么的热情，然后每个都是完全不会因为天气太热啊什么的，然后消耗掉他们的对我们的爱啊热情，我就很开心，觉得居然有这么一群这么可爱又这么厉害的人在支持着我们浩然小熊。而且不只是今天这个活动，还有可能台中，然后。接下来我们也有很多活动，然后也接收到粉丝们也都会说他会随着我们就是南上啊，南下然后北上这样子，然后其实真的很感动，就是很谢谢他们的陪伴。那你们今天专辑已经发行，可以透露一下你们接下来会发就是一些各种的曲风，会带给各位粉丝这样有哪一些曲风大概？目前还不确定，可是我们自己也很期待。我们也各种风格都会想要尝试，对，不限制。对，之前的这种比较可爱的，你们自己私心会想要诠释哪一种形象？是比较女人味的，比较成熟的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好像没有特定说想要，就是某一种形象，就是其实我们不想要去设限，就是各种风格都想要尝试，然后也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是很多元化的。很百变的，加上因为我们的年龄层就是有高有低，所以其实能驾驭的风格也蛮广。对，像我们团内就有两个14岁的妹妹 Nico 跟 Vicky 啊，然后我们大的姐姐 Lai 也有，所以就是风格蛮多变。他刚刚有就是讲到说他你昨天挂急诊，那你怎么会那么突然会挂急诊？就是昨天我们在信义区的表演之后，就是肚子突然很痛，然后就送医院，但是没有太大问题，就是有点肠胃炎。没事，我现在这样。谢谢大家的关心。那现在因为妹妹们的行程也都很满，那会不会有团员在就是压力大到偷吃东西，或是有点吃不消，身体有点吃不消？我觉得大家反而是累到没时间吃东西，我们就是会随身带一些水果啊，或是公司会帮我们订健康餐这样子，然后就带着一起吃。对。那还有就是圣诞节也将至，那团员们会自己举办什么交换礼物吗？会有一些庆祝活动吗？其实我们真的很想在宿舍一起交换礼物，因为。就是这是我们团第一次一起过的圣诞节，没错。但是因为行程忙碌，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够私底下一起玩交换礼物，因为应该是蛮好玩的。对，看能不能敲碗公司让我们拍一集团说是交换礼物。对。那有没有人有收获最难忘的交换礼物，想要分享？我想到一个，我小时候有收过一个，就是我那个同学。因为他交换礼物不知道交换什么，然后他就拿他自己照片，然后贴在马克杯上，然后送我。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想要，我总该不可能家里放着一张他照片的马克杯，然后放在那边的吧？我觉得蛮奇怪的，所以我那时候蛮印象深刻。然后那时候我那之后我也觉得他是一个怪人，就不太肯跟他讲话。Oh my god！ 你之后有送什么礼物，可能跟他回敬一下。没有我后来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同学嘛，他会换班啊什么的，后来就没有再聊天了，就这样。其他人有没有收过什么很美的礼物？我是那个活动是要送比较烂的礼物，就是它有两种，然后我送别的有点烂，就是我拿那个酱油包。哦哟，很烂呢、欸，什么？现在最烂礼物啊！我就挑越烂的。就是上失恋的那种酱油包，就是那种那因为你们今年也会登上耶诞晚会的舞台以及跨年，那现在也都在排练，那有没有哪位团员就是你们在排练当中最容易出包？要不然自己站出来，这个知道要往哪一集吧，这个知道往哪一集，我帮你拿这个圆的，你自己拿吧，出包自己拿。没有啊，就是舞蹈的方面呢，还是要感谢阿用、蓉蓉还有心灵，还有 B 董啊，好的，所有人，
就他们很谢谢他们帮我，才有今天可以完美的表演。那其他会就是给他什么鼓励吗？哦，其实圆圆他自己其实真的很努力，所以我们就是教完他后，其实我们也不会特别担心他，因为他都会自行练习，而且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对，所以其实我们每次就是念他说，哎、欸，你这里为什么总是都记不住什么，他也不会一直往心里去，就是哦、嗯，我要记住，他就会自己好好的消化掉了，就很好。他觉得他总有一天一定会记得，对他觉得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对，哦。紧张还是难免有的啊，因为还有什么淘汰制啊什么的，然后就很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哪里做不好，然后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其实虽然我知道自己哪里有不足，但是我还是怕觉得哦自己知道哪里不足，可是我还有很多不知道自己哪里不足的地方，所以我还是会很在意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我们大家每个为了韩国的去韩国练习，我们大家每个天都是有在很努力练习，很努力练习，就是为了能够，对，就是为了能够顺利的跟大家一起，不要拖大家后腿这样。可以吗？可以。OK， 好，谢谢。